来宾是阿丁，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。对，我大概知道你们要对我做什么了，所以那你为什么会答应这件事情？因为我就觉得伯恩应该不会待我太差吧，所以我就带着一个相信伯恩的心情来到这边了。看来就是不太了解我，你忘记社会事件都是从这个坑埋出来的。之前讲说，什么读提示机而已，谁都会。对 对，你认真这样觉得吗？这个，我现在要讲，我要很谨慎的讲，其实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在的。你还有 delivery， 不止校花写得好，也要讲得好。没有没有，我相信你等一下一定很强。好好，期待，敬请期待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阿迪。大家好，阿迪。大家不要再找了，今天弟妹没有来。是啊，大家不要再找了，今天弟妹没有来。正常，没有观众是我的粉丝的。现在观众有粉丝吗？有没有小弟？小弟在哪里？帮我欢呼一下。小弟招呼一下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台湾女生的小弟顶多只有 C 罩杯吧。台湾女生的小弟顶多只有 C 罩杯吧。尤其是前面这位观众。所以是前面这位观众。好了，我是个创作者。啊，我是个创作者。2015年上传人生第一支影片。2015年上传人生第一支影片。我前女友的性爱光碟。我前女友的性爱光碟。开玩笑的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是我妹。是我妹的。不会每次邀我来。不会每次邀我来。都会叫我的哥。都会叫我的哥。好，那也叫我的哥。我不知道他是纯粹台语不好。我不知道他是纯粹台语不好，还是他看过那个光碟，还是他看过那个光碟。我上一次在这里上台，我上一次上台是帮这里的开幕典礼致辞。哦，是在这边帮这边的开幕典礼致辞。那一次我根本不知道要讲什么，这次我根本不知道要讲什么，真的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这种情况就像是，这种情况就像是今天其他表演者的表现。今天其他表演者的表现。英文这个频道有254万订阅。哦，阿迪英文这个频道254万的订阅者。也就是说，台湾每九个人就有一个。也就是说，台湾每九个人就有一个人有订阅我的频道。每九个人就有一个。每九个人就有一个。觉得看 YouTube 英文就会进步。觉得看 YouTube 英文就会进步。我们订阅去年总算超越蔡阿嘎了。我们这个说的在去年总算。超越他，最近很怕他又超车。最近其实蛮怕他又超车我，所以就派人把他打下去。所以我就派人把他打下去。啊，不聊这个。啊，不聊这个。问大家一个问题。问大家一个问题。大家是几岁开始不跟妹妹一起洗澡的？大家是几岁开始不跟妹妹一起洗澡？我最后一次有印象是。是前天吧，前天吧，不是，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，我解释，他昨天出外景没有回家。他昨天出外景没有回家。我们工作室其实状况不错。我们工作室其实状况不错。我们工作室其实状况不错。你知道新创公司要收支平衡很不容易。知道新创公司其实要收支平衡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要违反好几次劳基法才能办到。要违反好几次劳基法才能办到。之前就被罚4万。我之前被罚4万嘛。不知道又要提前开除几个工读生才能回本。不知道又要提前开除几个时间才能够回本。我一共出了两本书。我一共出了两本书。还有线上课程。还有两个线上课程。还有实体的补习班。还有实体补习班。有没有还有别的骗钱手段？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骗钱手段？我快要没有招了。我快要没有招了。哦对。哦对。还可以开喜剧酒吧。还可以开喜剧酒吧。哦，我最近真的开了实体的补习班。哦，最近真的开了一个实体的补习班，叫做开心英文。叫做开心英文，有两个分校，开心台北跟开心高雄。有两个分校，开心台北跟开心高雄。
这个名字的灵感是来自于五月之后的高雄。五月之后的高雄。因为变热之后疫情就会改善了。好了，我要回去帮妹妹洗澡了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要回去了，谢谢。搞呀！不错啊，没关系，很棒哎。你觉得刚才的表现，你会打几分？我觉得零到一百，我觉得应该有个90分。哦哟，不错。哪一个笑话是最有印象？印象最深刻，印象最深刻的、喔，可能是那个觉得看 YouTube 就会英文变好很大。哦，我觉得是这个。你是不是没讲这个？其他会剪掉？没有，全部在播，不可能。下次不会再来。不是，我最近有看你们频道，因为就是弟妹最近不是那个 MV 上线，然后你们全家一起看嘛，很推荐这次上线的时候你们全家一起看，做一个反应，就多一点，很棒。我觉得不要，我希望我爸妈不要看到这次。